老公，咱俩对歌吧。开车唱什么歌关系？对一个没事儿。无论你是哪一种东方妹妹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花的心藏在蕊中，恐怕花期都错过。长长的香，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，露出笑脸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舍不得你的理想。妈不在家啊？谁知道啊，这两天神神秘秘的，电话也不接，搞什么鬼？这会儿你妈也没在，咱俩回去得了。你想得美，刚回来你就回去啊？要回自己回。哎呀，还是自己家舒服啊，想怎么待着怎么待着。哎哎，我得纠正你一下啊，这不是你自己家，这是你妈家。咱俩刚搬出来那地儿，那才是你自己家呢。两个都是我的家。哎，行行行行行行行。哎，哎，你说你妈不会真去外地旅游了吧？想到了之后再告诉你。哎，要真是那样的话，那咱俩反正在哪儿待都是咱俩这么待着，咱还不如回去呢。是吧？特别无聊，没劲呢。没事可做。你说咱俩干嘛？太无聊了，要不然你做饭去吧，正好我也饿了。呸！想得美你。哎，这不是你家吗？那你得尽地主之谊，得你做饭去。你去不去？我做饭不好吃。哎，佛山无影脚。别，不带动脚，不带动脚的啊。你真饿了？没饿了。不就做个饭吗？行，我先看看冰箱有什么吃的，啊！快点，赶紧把鞋放下。哎，花猫，不是你们家在哪儿啊？对，我进来了。这看着全是写字楼、饭馆什么的。不像有住家啊！哎，你边上是不是有一套老宅子？啊，对对对，门口一片草坪。得嘞，就是这儿啊！你别动，我出来接你。嗯，拜拜。严玲，嘿，你不是说约你们家吗？怎么跑饭馆来了？我们家呀。这是你们家呀？啊，来吧，进来你就知道了。太奇怪了，这怎么样？不好找吧？啊，真挺难找的。哎，没事你就过呗。小敏和金亮啊，他们老上我这玩来，您别客气啊，随时欢迎。你还没跟我说呢，你都拍过什么戏啊？啊，我拍那都是小角色，不值得一提。还挺谦虚。没有，没有。哎，那你哪学校毕业的呀？我是中国医科大学表演专业的。蒙谁呢你？那学校有这专业吗？你当我傻呀？没有，我是学医的，
我跟金亮是同学，那天不是跟您说了吗？都。哦，不是，那你一学医的，怎么就干了这个了？要说起这个来吧，话长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有一次啊，有一剧组上我们医院拍戏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吧？哎，少一演员。我呢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哎，稀里糊涂就演去了。演着演着啊，我就眼前就哐当一下，您猜怎么着？还能怎么着啊？什么东西倒了？砸着你了吗？什么都没倒，哐当一下，我眼前就出现一个门，在这门后头，哎，我感觉到有一片绚丽的风景在等待着我。当时我就决定辞职，我要做一名真正的演员。怎么样，我这经历够传奇的吧？没觉得，觉得你挺不靠谱的。我怎么不靠谱了？这但凡有点智商的人都不会像你这么丝毫问题吧？你医生干得好好的，非得往演艺圈里混，知道这圈水多深吗？你不是，我会游泳，多深我都不怕。你还会游泳？行，等着淹死你吧。拜拜，水拿走了。我水性好，淹不死我。萨米纳米纳，哎哎，哇嘎哇嘎，哎哎哎，萨米纳米纳，萨米纳米纳 ，It's time for Africa， 萨米纳米纳，哎哎，哇嘎哇嘎，哎哎哎，萨米纳米纳，萨米纳米纳，哇嘎哇嘎，哎哎哎，萨米纳米纳，萨米纳米纳 ，It's time for Africa。你今天这抽什么风？怎么了？这是？你不觉得这是我主场吗？哦，那我是客场。哎呀，老公啊，我今天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。你不知道，在你家我觉都睡不好，老做噩梦。说话负点责任行不行？好像在我家谁虐待你了似的。那我在你面前这永远都是百依百顺。啊，好好好，我知道我知道，你对我的好我全都记得。我谢谢你了。老公，你是不是特别离不开我呀？你觉着呢？我觉得是。那就是呗。干嘛？我让你亲口跟我说。说什么呀？说你特别离不开我呀。我特别离不开你。连起来说。我特别离不开你。你这真没劲你。嗯，啊，嗯，那个带了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就那个呀。哦，还没带，我老揣着那玩意儿干什么？算了，没事，把灯关了。不行不行，今天是21号，你忘了？你现在在拍暖气，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拿去。哪有那么准的呀？关不关？关不关？别别别！怎么回事？你，我跟你讲，虽然现在你是主场，但你也别太热情了。行，淡定。明儿，谁啊？是不是你们回来了？不是我回来，谁回来呀？干嘛呀？把门锁这么严？这孩子。锁了吗？锁了，真锁了。走走走。